就是旋转轴，旋转轴的电机是这个这里，所以我要装这个旋转轴的情况下呢，这个 Y 轴呢就不要了，只能叫 H 轴把它推到这里而已。这 Y 轴的电机就不要，你看，这个我拿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这里，或者这里，或者下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呢，是哪个驱动是 Y 轴的驱动，我们拆就把那个 Y 轴的驱动那电机线拆掉，把这个接上去。那么说，我现在检查出来，就这个驱动是 Y 轴的，这个是 H 轴的，这个 H 轴的，这个 Y 轴的。那么说，这个知道是 Y 轴的，把它拆掉喽，把 Y 轴的电机线拆掉，这是 Y 轴的电机线嘛，拆掉嘛。这个是。旋转轴的电机线在这里，把旋转轴的电机拔下去。拧好之后就把它插进去，再插到插进水里面去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个驱动就是这个电机的驱动啊，这驱动，就是电机的，挖着的，先把它拆了，换成这个，换成做电机的嘛，明白吗？嗯。所以这个弯子就可以拉动，所以我们要接东西，那就把这东西接进去。这个是可以拉动的了，所以你又拉到这里的话，就这个要摆正的情况下，这个摆正的情况下呢，那你拉到正中，拉到中心的时候，你就按左右移动。好像都正了，这样子就很平了。很平的情况下呢，你要卡这个材料。要知道这个材料的直径，差不多是二十二的，就等于是二十二嘛，也等于二十二嘛，直径嘛，这是二十二了，嗯，读不了，我这里边是4.8045。本来是4.8045的，就是说机器本身的那个配程式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是说只变化一个正方形，那个二十的切割嘛，切割速度20这样子。好，确定，校长，好，那边切。定位偏方，现在可以切。好，切完之后呢，切完之后两辆尺寸的，就这样量，切完了，又量尺寸的嘛，你看这个量尺寸，这个尺寸又量的。这是差不多19，这里是19的，这里是19的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在这里改参数嘛，在这里改参数，
不许，因为这个是这样子吧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歪着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要写的话，就是说不许的是二十的，但是它画出来是十九。那么说我们限定之后呢，这里是改变的，这里变化了，你就记下来，就说这歪着是那个直径是二十二的情况下，直径那歪着的那个那脉冲就是4.564275，所以这个下次一定要记住，是下次一定要记住，是说下次如果遇到这个二十二直径的，你就把这个参数，这个参数改为对应的这个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如果就说相对应的没，就说什么哪个直径就放上去，就说什么材料它的直径不同，你问一下吧，是不是？直径不同的都要调脉冲，都要调到歪轴的，就说直径不同的都要调，那就歪，就调歪轴的。歪着脉冲单量，调歪着的脉冲单量。但是现在我们现在直径是二十二，它的脉冲就这么大。那么说下次如果遇到二十二的直径的材料呢，我们就直接写这个脉冲就可以了。但是说如果遇到新的直径的，是假设是三十的或者四十的，那三十的那你就记住，你就先画尺寸调这个脉冲，在这里调吧。如果你就画一个直线在这里调一下，就记住一个脉冲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试一下，好，现在的话它肯定就是多一点的，现在你看，现在它刚才是十九嘛，我写出来给它，刚才这个本来是这个是十九的，现在是二十了，现在写的二十了，一开始是十九的话，它差一个毫米嘛，它差一个毫米的，我们那个脉冲单量那里要调嘛，所以就是这样子调一调，之后这里就好了。